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原山体育馆为大家介绍的2010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晚上在这里进行的是各个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等一会儿在转播场地将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三届世锦赛冠军中国队的蔡云傅海峰迎战老对手韩国的郑在成和李荣大。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进入这次中国公开赛的四强。那大家画面上现在看到的这名选手是韩国的，刚才是郑在成，现在是李荣大。对于男双的格局呢，喜欢羽毛球的观众都非常熟悉。现在中国队的第一双打蔡云傅海峰，韩国的第一双打郑在成李荣大，印尼的第一双打马基斯亨德拉，马来西亚的第一双打古殿杰陈文宏，还有丹麦的第一双打鲍埃和摩根森，啊，这五队选手他们的实力都是非常强，很接近。尤其是亚洲的这四队第一双，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双组合。他们彼此比赛呢，其实就是看临场发挥，谁的状态，哪一队的状态更好，谁的机会更能把握住。那从以往的成绩来看，蔡云傅海峰和马基斯亨德拉他们的成绩要相对更好一些，大赛成绩。蔡云傅海峰三次拿到过世锦赛冠军，马基斯亨德拉呢是已经实现了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这样的一个大满贯。不过韩国的李荣大还有马来西亚的陈文宏、古建杰年龄都相对要小一些，他们还有上升的空间。现在在另外一块场地呢，正在进行古建杰、陈文宏对阵韩国的第二双打高承炫和柳岩星的比赛。韩国队呢先胜了第一局。在亚运会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又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面再次相遇。那在亚运会上呢，团体和单项啊，蔡云傅海峰都没有能够战胜对手。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大家的实力本身就很接近啊，一场比赛的输赢胜负都是很正常。在今年的世锦赛上，蔡云傅海峰是赢了郑在成、李荣大，夺得冠军，第三次夺得世锦赛冠军。但是这场比赛的主裁是来自法国的沃尔夫冈·伦德，发球裁判是来自中国的裁判员陈勇。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left.在屏幕下方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的是蔡云和傅海峰，在屏幕上方穿着白色运动上衣、蓝色短裤的是韩国的郑在成和李荣大。第一局比赛，首先是中国队发球，蔡云发球，李荣大接发球。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两队选手彼此一年都要交手个，起码是两三次都算少的，所以上来之后也都很清楚这个比赛会要怎么打。两队轮转。但是进攻没有连起来，前面的人一直没有机会封网。哦，对，有机会了。中国队的教练张军和王伟。Two, love, up。突然发一个外脚的二球，但是这个球失误。发了一个短球，没有进前发球线。杀对方两个人的结合部，效果非常好。今天呢，到原山体育馆看球的观众比起前两天要多了很多，因为今天也是到了一个周末，而且呢，比赛是进入了八强战，比赛质量越来越高。
不过今天在赛场呢，我站在这个观众席旁边，等着转播开始的时候，还听到有观众在给自己的同伴在介绍，说，介绍这个单打的线是哪些线，双打是哪些线。这个、羽毛球场地呢，它场地上的线非常多，有些初学者呢总是搞得很混乱，因为线太多了。那双打场地打起来呢，是最大的这个最外头的这条边线也是最外面的两根，底线也是最长的两根线，13.4米乘6.1米。但是双打呢有一个后发球线，就是底线往前的这一根倒数第二根线，这是双打发球的后线直线，这根线只有在双打发球时候有用。这球其实是个空当，但是蔡云手上没有掌握好，推出了底线。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蔡云、傅海峰呢，他们在中国羽毛球队当中是一对比较特殊的运动员，主要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装备上面，他们和其他运动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中国队的赞助商特别为风云专门打造的运动衣、球鞋和球拍，针对他们的两个人的特点，进行了专门的设计。4-2，比如说这个傅海峰，那他的肩非常宽，而且他杀球的力量很大，所以他的球衣呢就专门在这个袖子的这个设计呢，就是专门有一些调整，这样使他扣杀起来更加舒服。能够为一对优秀的运动员专门量身定做运动装备，包括运动服、运动鞋和球拍，这也说明中国羽毛球在市场化这方面还是非常大胆的在进行一些尝试。接发球回球没有过，李龙大是以上所提到的五队男双顶尖高手里边年龄最小的一名运动员，他是88年出生。这球比较可惜，重扣杀在网袋上，球没有过。韩国队的朴成焕和李炫一，他们在男单比赛里面都已经先后被淘汰了，但仍然关注着自己的队友的表现。现在场上就有韩国队在四块场地上，有韩国队的两队男双在进行争夺，而且对阵的都是顶尖高手。范范峰在防守当中呢，出球弧线控制得很平啊，这样就没有给李龙大足够的时间来起跳扣杀。在仓促当中，击球点有些太靠后了，又没有收住力，结果杀出了底线。郑在成发球，傅海峰接发球，小球机会，这球李龙大在往前勾对角，蔡云对他非常了解，已经封住了这条线路。挡完之后呢，郑在成这个球没有挑到位，傅海峰后个正着，
国队这一队的防守非常好，霍海峰也利用杀掉结合来想破坏对方防守站位，但是还是有点着急。韩国这一队呢，他们的防守是非常出色的。这是刚刚在比赛里面呢，蒋彦角战胜了泰国的小将拉查诺，也是青奥会的冠军，但是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艰苦，打了一个多小时，蒋彦角才通过三局苦战过关。那下来之后和唐学华和张宁都坐在一起再交流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得失。所以现在这个羽毛球比赛呢，看到泰国的这个小将拉查诺和蒋彦角比赛的时候，我有个感受，就是羽毛球运动现在在一些过去非五大强队的球队当中进步很快，像中华台北队啊、泰国队啊，还有中国香港队啊，都涌现出了一些比较好的队员和双打组合。比赛期间请不要使用闪光灯。第一局比赛打到11-8，还是郑在成、李龙大他们领先三分，到了第一局的间歇。之所以落后这三分，目前啊，主要还是我们有几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掌握，出现了杀球失误。杀大对角，这球从李龙大的表情来看是示意丝线示意界内了。其实前半局呢，蔡云、傅海峰是有进攻的机会，但是进攻的机会掌握的不太好啊。对阵韩国这一队呢，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耐心一点，因为他们的防守确实非常好。李龙大也很有经验，刚才的对刚才的判罚呢，韩国队有一些疑问，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情绪，这时候提出来换一个球，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来平复这个心理。哦，这个球是李龙大防得非常好。范峰的球拍线也打断了。在两个人的这一套新的装备里面呢，包括它的颜色，像球拍和球鞋的颜色也考虑了风云两个人各自不同的偏好。他们的球鞋呢，这个蔡云就是以蓝白色为主，范峰是以红色为主，这是两个人比较喜欢的颜色。逼住强网反击机会，还是韩国队转入反攻。这个球双方攻防一手多次，攻守转换多次，还是没有一方能够先得分。经过多拍之后，大家的体能都有所下降，这个速度就下来了，这时候看谁能够耐得住。因为前面的几个攻防转换大家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个时候体能都有点跟不上。最后还是霍海峰抓住一个机会将球杀中。也有球迷这个举着风云再起的一个横幅，而且这个横幅呢是非常有中国传统书画的特色的一个立轴。
快攻发对方一个后场成功。11 12韩国队的平抽挡呢，也一向是韩国双打比较擅长的一个技术环节。刚才这个球他们也是在一开始被动的情况下，通过抽挡逐渐从被动转为了主动。这个球是郑在成啊，他在推完半场之后自己没有封住直线，那后场的同伴再想补约是有些难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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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更好的欣赏到现场的各个细节，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场的转播当中，双方教练的指挥的声音啊，大家都能够听到，特别是当中国队比赛的时候，大家都能清楚地听到临场教练的指挥。李龙大这球发力太狠。就看到是一个半场的机会，想一下打死。还落后两分。球有点勉强，刚才张军也在说啊，第一拍可以先吊，然后第二拍再杀，通过吊球呢让继续保持攻势，首先你继续下压，然后对方调起来之后自己也能调整好步伐啊，从第二拍第三拍再开始去重杀。这球攻得不好，参与傅海峰在这局比赛呢还是进攻的效果不好，让对方在防守的时候出球比较从容。好球，机会，哎呦，韩国队郑在成这两拍防得也不错，漂亮。刚才傅海峰在和对方郑在成在平抽当中突然顶对方一个后场啊，一下把郑在成的节奏就给破坏了，然后出现了进攻的机会。当然韩国队也确实能防，中国队这么好的进攻机会他能够防了五拍都给顶住。杀李龙大一个正手小内角位置。你看到马来西亚队的，也是一个双打的运动员，在场边。蔡云发球，15-17，李龙大接发球。
郑在成跑到边上去换了一把球拍回来，继续打。不过蔡昀在往前封得很死。现在的双打运动员呢是越来越有经验，因为在比赛里边大家也看到，这个最早应该是谢钟铂，他在这个打球过程当中呢，旁边就放着几把球拍备用。如果打的过程当中打双打的时候，这个球拍线断了，迅速的跑到场边拿起新球拍回来再打。因为现在的球拍的这种科技还有运动员的力量素质都在提高，在打的过程当中球拍线打断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双打。收拾吧，收拾。蔡昀、傅海峰追到了16-17。刚才蔡昀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和傅海峰来轮转，攻的也是有点勉强。当对方抽压过来之后，这个球顶不到对方的后场，球不够到位。刚想掉对角，掉到往前，但是脚底下滑了一下，影响了出手的准确性。17-18。这个球李龙大还在撤位啊，就是他的同伴在起高球之后，郑在成这个球起的弧度不够，所以李龙大还没有来得及撤位，而且他挑的球不够深，李龙大还在撤位当中，傅海峰的球就杀下来了。这球是郑在成利用接发球的一个假动作骗过了蔡昀、傅海峰。造成蔡昀的一个被动回球，韩国队再超出一分。韩国队先攻，强网推，郑在成失误。郑在成这个球太急了，出现机会，但是太处理的心理太急。郑在成、李龙大这一队呢，还是在关键球上面，郑在成会更多的出现一些失误。19-19。李龙大的接发球推得非常好。李龙大刚才呢接发球的推中路推得非常好，刚好推过蔡昀，蔡昀没有办法封。而且傅海峰的第三拍也拿得非常不舒服，只能是起高球挑起来让对方先攻。蔡昀回球出界，这样第一局比赛是韩国队19-19之后连得两分，21-19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1-0领先。第一局其实蔡昀、傅海峰并不是没有进攻的机会，然后在场上发接发和前半场的平抽挡当中并不是很落下风，
双方进攻的机会基本上是均等的，但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第二局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杀球的落点，然后让对方防守的时候接的不要那么舒服。然后现在双方在其他的技术环节呢基本上是均势，因为大家也都是很成熟的队员，但是当对方起高球给我们，当蔡云在后场的时候，蔡云、霍海峰两个人在轮转上今天的第一局比赛解决的也不是很好，因为蔡云的后场的他的进攻现在是比以前有提高，但是总体来说给对方的杀伤力还是不够。两个人在轮转的这个环节在第一局也是出现了几次失误，而傅海峰呢有几个直接进攻的失误，而且有一些进攻也由于杀的落点不好，对方防守的出球质量很高，造成他的进攻连接连不起来。要想扭转这个局面呢，就是在出现进攻机会的时候，两个人首先需要耐心一点。当然韩国队呢他们在亚运会上连胜蔡云、霍海峰两次啊，也在信心上目前是非常足。球在界内，压线，李荣大判断失误。好球，李龙大这个接发质量不好，他推半场呢这个球的弧线比较高，给中国队的威胁不大。蔡云抽一个对角线打到了空档，半场球啊，没有蔡云挑对角的时候挑了一个半场，没有挑到底线。郑泰成利用起跳的扣杀，今天他打得非常积极，很自信。现在男双的这个防守能力真是很强，就是往前的扑球都打不死，真的是。因为现在男双这些高水平组合呢，确实在训练当中啊，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自己的防守能力。李荣大劈掉对角出界。像现在双打的男双的这个训练呢，除了像过去的二对三，还有他的这个一对一训练的时候，也是会有意识的对自己的训练的伙伴站在往前，连续的下压，连续的扑推扑，来练习自己对对方扑球的这个防守的反应的能力。这方面能力现在的男双确实比以前要强多了。
好球，这个球处理得很巧妙，因为前面一直攻呢，对方也确实防得不错。当然这也是一个半场球。好球，漂亮。这球是傅海峰啊，自己一个发球抢攻给对方做了一个圈套，从发球发哪个点对方可能怎么回是预先有设计的。最后还是赢在了耐心，最后韩国队失误，李荣大挡网要求质量太高，一个拦吊挡网，球没有过去。这是韩国队的裴生熙，韩国队的裴生熙和黄慧渊两个女单。现在参与傅海峰在场上表现呢，他们心非常定啊，比第一局要更耐心一点，没有那么急躁，无论是攻还是守的时候，这出球会非常稳健。哎呀，别讲啊，现在双方攻守的方面能力都差不多啊，目前进入一个拉锯的状态，就是在多拍当中看谁能够减少自己的失误，特别是多拍之后。这个球呢，因为傅海峰其实他已经过中线了啊，在没有死球的情况下，这样就违例。而且在最近这一段亚运会，参与傅海峰啊，团体和单项都输了球啊，其实也符合运动员的他的一个高峰和低谷的一个起伏的周期，因为他们今年在汤杯和世锦赛的时候啊，都已经出现过竞技运动的高峰了。在今年，因为在接近年底的时候，状态可能是有一些下滑，这个也是正常。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呢，这个男双的竞争仍然是会是非常好看的，还是刚才提到的这4到5队选手，再加上第二集团，但是双打这个项目，第二集团想要出冷门，还是有难度，有很大的难度。主要还是看前五队选手，特别是亚洲这四队，看谁在伦敦奥运会的那个期间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还是杀到对方的结合部，两个人之间。羽毛球的双打不像乒乓球双打，与乒乓球一人一拍，羽毛球是这一拍谁都可以打啊，所以两个人的结合部呢永远是一个搏斗环节。男子单打成龙对林丹的比赛，因林丹受伤弃权，比赛取消。大家可能也从这个现场播音里边听到了现场播音员自个儿都乐。哎，林丹 ，China is walk over。现场播音确实闪了现场观众一下。11-10，蔡云傅海峰领先1分，到了第二局的间歇。3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比赛，由汪欣中国对周慧中国，裁判陈玉平，发球裁判欧志平。Next match on call 3, women's single, 汪欣。China, 周慧 China, Empire, 陈玉平 Service Judge, 欧志平。现在双方继续比赛，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在上海浦东新区原山体育馆进行的2010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1/4决赛。蔡云傅海峰迎战韩国队的郑在成李荣大，现在是第二局，第一局韩国队21-19先胜。其实郑在成呢，他就是进攻的时候叫的比较大声，但是其实从这个进攻的威胁来看，也并不是最强的，并不是最突出的，但是他的叫声一定是最大的。线内这次比赛选用的用球呢，应该是球速
相对来说偏慢一点点啊，所以造成这个男双比赛里边碰到蔡云、霍海峰和郑泰成、李龙大这样攻守能力非常突出的组合，比打起比赛来多拍会出现的频率比较高。12-11，蔡云发球，李龙大接发球。那么刚才呢，我们知道林丹，由于比较疲劳，这个并不见得是有多严重的伤病，主要还是赛事密集，非常疲劳，所以在下面的比赛里面选择了弃权。这样呢，使得他的积分，从超级赛的积分来看，也给他进入今年的世界羽联总决赛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很可能也就无法参加今年的总决赛。第二局的中局阶段，蔡云、霍海峰需要顶住，所以说要保持注意力集中。霍海峰在这一局进攻当中呢，多次采取了杀对方两人之间的结合步，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双方又打成14-14，刚才蔡云、霍海峰一度落后两分，现在又追上来。郑泰成、李龙大呢，在今天防守当中的出球确实比较好，不给中国队机会。他们防守通过顶后场挡网的结合，直线和对角线的变化也比较多。还是就是今天的这个霍海峰的杀球呢，给对方的威胁不够大。对方在防守的时候出球比较从容，这样他就有落点和线路上的选择的空间。如果你杀的他很难受，然后他的出球就会受到限制。
界了，可惜这些世界杯世界比较多。韩国队再次领先两分。哎呀，这球太可惜了，还是在出现机会的时候有点急。这场比赛呢，从多拍互相顶起来的情况来看，郑泰成、李龙大还是由于前两场双方的交锋，他们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他们在信心上显得更足一些。霍海峰、蔡云呢，并不是说没有信心，但是他们耐心不够啊，就是太想改变这个连败的局面了，所以在今天在出现进攻机会的时候，要把握这个得分机会的时候，他们处理的着急的时候比较多，都没有把握住，造成现在的落后。而且今天呢，应该是说这个球速比较偏慢，所以对蔡云、霍海峰的进攻呢也是不是很有利吧。因为韩国队他们的主要的特长，这一队是他们的防守非常好，球速偏慢显然是对防守好的一方来说是有好处。还差一分，这球蔡云发完球之后的第三拍连贯非常快，对方推中路，而且他发球质量很好，所以对方推中路的球只能是从下往上走，而且蔡云是有准备，马上举拍封了回去。在前半场的争夺呢，首先是你的连贯意识啊，然后你上一拍要给下一拍创造机会，上一拍就一定要有质量。关键，好球！李龙大的正手小对角位置的接杀，还是失误，出现了几个失误，在今天的比赛里边，这个位置的接杀今天他做得不好。霍海峰呢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很有目的性，造成了李龙大的接杀失误。在进攻的时候呢，一个是要有一定的球速和力量，你首先得具备一定的球速，这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杀到对方最接不好的位置，他最不会接的位置，那样最容易出效果。看能不能顶住，对方连续在攻，李龙大失误。那这个球扑出了界外，出了边线。像蔡云、霍海峰在15-17落后的情况下，现在20-18反超，获得了第二局的局点。最后这几分，韩国队的李龙大的失误出现的多了一点。最后关键分，有的时候可能一点心理的变化，就造成手上的变化。
这球有点急了啊，这个球可以过渡一拍，因为自己已经被动了，想反拍抽过去，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回球，没有掌握住。韩国队仍然面临一个局点，领空大网球封住，机会，这个球没有去抓对方反拍过度，但是还是转入反攻，李罗纳通过挡对角来化解，郑在成拦掉球没有过，回球下网，这样21-19和第一局一模一样的比分，不过这回换过来成了蔡云邝海峰取胜，这样双方的比赛进入了决胜局。第二局呢，是最后的几个关键分失误出在了韩国队这一边，这样使蔡云邝海峰抓住了这一局的机会。双方这实力啊，就是几乎好好的。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关键的，在刚刚这场比赛之前。先开始了一场男双分离决赛，里边韩国队的第二双打高承铉和柳岩星，他们是2-1战胜了韩国的战胜了马来西亚的古建杰和陈文宏，这样韩国队已经在这次比赛里边先有了一队选手进入四强。蔡云身上的这个纹身呢是一个英文的纹身，中文的意思是面对逆境，勇于面对逆境的意思。자힘들수록자공이퍼지면수비로가수비로공이퍼지면어然后双方继续比赛，接下来是决胜局。蔡云先发球。Final game, level play. 蔡，蔡，走。别动啊！看看蔡云这个救球之后，应该是没有受伤，这样就问题不大。还是自己活动一下，王伟也很担心，忍不住在凳子上站起来，来关切一下，关注一下。这个蔡云呢，他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护，顺势的一个滚翻，一个侧滚翻，达到一个自我保护的作用，他通过这个滚翻呢，就把自己身体的这个惯性一些冲力就给化解掉了，否则都压在刚才扭到的那个右脚脚踝上，可能受伤就会有存在受伤的可能。那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啊，就是这样，他伤病出的少呢，跟他的技术掌握能力也有关系，当他掌握了非常好的技术之后，包括自我保护这个环节，他的伤病会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李荣大这一段的失误多一点。傅海峰防守接杀出球的一个习惯，去分对角，但是被郑在成抓到了。好球！这球还是傅海峰的进攻。造成郑在成回球质量不高，蔡云能够有机会封网，一个吊球。然后接一个滚翻，然后再起来，动作非常流畅。郑在成在这一局已经连续两次，在第一板起跳之后突然收掉，连续得了两分了。起来非常快，关键是，所以羽毛球的运动员呢，他需要有很好的力量素质啊，要有爆发力，另外也要有。特别是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对于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啊要求非常高，而且也能够在综合能力上得到非常好的锻炼。5-3，既要有爆发力，又要有协调性，又要有一定的耐力啊，还要有很好的头脑。小心。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球类运动里边呢，羽毛球由于它在一分当中一个球当中它的节奏变化很多，在这个一分当中它所需要运用的思考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在球类里面它是最接近于棋类的一个项目。4-6，可惜体力有所下降，这样脚下的步伐呢没有那么积极了，有的时候想我这个步伐稍微不到位一点啊，照样可以打，但是差这一点点就会造成失误。另外在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队呢都是很默契的固定的搭档，所以他们互相的补位非常连贯，这球是蔡云的一个判断失误。现在进攻的时候呢，蔡云傅海峰的很多杀球还是不够尖，他杀的线路比较长。对方的接杀回球过来的很平很快，因为我们的杀球的落点给对方威胁不够大，所以对方接杀回来的球有时候他反抽回来的球显得更有威胁。
傅海峰在世锦赛之后，他这一段的状态并不是他在最好的一个状态。亚运会的比赛也是他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今天在后场进攻上也发挥的不够好。今天就这种球给对方防出来的太多了，造成我们的进攻无法连续起来。傅海峰的体能是有所下降，从他前面一个中半场球的反拍的平抽出界的那一分啊，就看到他的体能在下降，因为他的脚下啊步伐已经没有那么积极了。像刚才这个蓝调也是，其实意识已经上去了，但是身体不太听话。这样在决胜局是韩国队在五分之后逐渐把比分拉开，11-5领先六分，到了换边。今年巴黎的羽毛球世锦赛也是参与傅海峰和郑在成、李明大相遇。今年是打的古建杰和陈文鸿，09年是打的郑在成和李明大。这两次世锦赛决赛，参与傅海峰都取得了胜利。特别是09年那一场，双方在决胜局打到了28-26，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今年的男双决赛也是很精彩的。这些年由于男双有了这样四对亚洲选手，一两对欧洲选手，这个第一集团的竞争很激烈，也非常好看。突然杀一个大对角，傅海峰也是寻求落点的变化来制造得分机会，先杀对方一个中路结合步，然后再杀到大对角，这样分散了郑在成防守的注意力。看到在防守当中呢，运用反手运用的非常多啊，而且刚才傅海峰防守的时候，他接杀反手利用的非常好，利用反手的接杀，他可以打出反向的对角线，分出这个球顶到对方的后底线去。再拼每一分。第二局他们在领先的情况下丢掉，17-15领先的情况下丢掉，还是后面的关键分他们有一些失误。陈金 China Empire 李杰，进入这一局韩国队重新调整心态之后呢，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主动。另外，傅海峰的体能有所下降。刚才这个球可惜了，其实蔡云的
他利用了一盘点杀，杀的落点挺好的，落点非常尖，但是往前没有跟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刚才第三拍决胜局第三次起跳，第一拍就是利用一个收吊，这个是郑在成也比较拿手的一个技术，因为他起跳之后动作非常重，杀的动作非常逼真，突然收掉这一下很快，而且他快掉的质量很不错。今天韩国队的防的确实非常好，今天尽管他们历来就是以防守著称，但是今天的这个场上打的他们的防守也是一个接近于不说超水平，也是他们的100%的水平了，就是最好的水平拿出来了。造成蔡云有些往前的封网呢，觉得可能应该打死对方了，但是连贯意识不够好，因为对方防得太出色。今天呢，就是蔡云傅海峰在进攻当中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进攻得分的线路，虽然傅海峰也一直在寻找，但是今天韩国队的防的确实非常好，今天尽管他们历来就是以防守著称，但是今天的这个场上打的他们的防守也是一个接近于不说超水平，也是他们的100%的水平了，就是最好的水平拿出来了。造成蔡云有些往前的封网呢，觉得可能应该打死对方了，但是连贯意识不够好，因为对方防得太出色。今天呢，就是蔡云傅海峰在进攻当中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进攻得分的线路，虽然傅海峰也一直在寻找，但是利用了一些杀对方中间结合部，有一定的效果，但也不是特别明显，得了几分，但是总体上还是进攻给对方威胁不够大，对方防守的时候的出球呢，让蔡云在往前抓不到球，没有机会。后杀前锋是蔡云傅海峰最主要的得分手段，但今天前面完全封不到。这是等一会儿准备上场的王世贤，在这场男双结束之后呢，将是在转播场地要进行的是王世贤亚运会冠军迎战韩国的裴妍珠。韩国队获得了场点。
但是韩国队呢将会有两队选手，他们的第一双打和第二双打就都进入了这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四强。但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你这个高水平运动员的状态调整。亚运会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郑在成、李龙大他们也没有进决赛。亚运会呢最后决赛是在马来西亚队和印尼队之间展开的，其实亚运会冠军显然是比这个比赛要更重要一点，这个可能也反映他们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在最该出现的时候。最后决胜局是21-8，韩国的郑在成、李龙大2-1战胜了中国队的蔡云、霍海峰，这样他们打进了2010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四强。好，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稍后将要进行的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亚运会新科冠军中国队的王世贤迎战韩国的第一单打裴妍珠，稍后我们再回来。